你还在用这么厚重的底座吗？闪蛇 Type-C 转 HDMI 线， HDMI 接口， Type-C 接口， USB 接口， PD 接口，连接显示器，连接 Switch 充电器，连接 Switch， 给 Switch 反向供电。连接笔记本，也可以为笔记本反向供电。连接有线鼠标，可以开始边办公边摸鱼模式了。